嗰時細個，我爹哋第一次帶我嚟山頂纜車嘅時候啦，見到窗內面嗰啲景物會跟住，因為架車嘅車道全部跟住咁去車，覺得好 surprise， 好驚奇。由我爹哋帶我嚟搭纜車開始，嗰個夢遊咁嚟起。作為一個纜車車長，要時時留意住車路嘅情況，時常咧都會有啲小動物啊，或者有啲植物啊喺路軌裏面出現。車裏面其實有四個唔同嘅 brake 掣嘅，係由一個好柔和，去直至去到一個好急速嘅唔同嘅 brake 掣。我哋就要因應個路面唔同嘅情況而判斷用邊一個 brake。我覺得我自己是代表緊香港，因為每日都可以載住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。做山頂纜車車長，會有一種特別嘅使命感。